原始部落山地美食啊，都回了，啊，五六不错了，5:10来到这里，啊，为了吃一餐，千里迢迢啊，啊，舟车劳顿啊，就开到这边来放，东部海岸这边的山地美食，原始部落山地美食。这样脱细，尤其你那个小只的哈，你这只小只的脱细，哦，真的特别牛。有游览车来哦。原始部落山地美食，这边吃晚餐，行程的第二天晚餐，在这山原始部落山地美食这边来享用。好，进来去了，可能要量一下体温吧。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来？这个奇怪，是我们古家族啊，享用晚餐的地方啊，我二弟爱献的。不准吃吗？你看你喝。就气氛。对啊，那个是大家喝饮料的，你不要拿。在看夜景，再带起来。一个山地美食，山地美食哈，山地部落美食啊。有海景哎，可以看到海哦。我们古家族啊，来这边花钱，来这边开局啦，吃好料啦。老老少少啊，22位。三代同堂。来这边花钱，吃零嘴，美食区，吃好料，这是美丽的景致啊，尽收眼底。如果你用水晶樱花是这个就好看，对，那个味道，那木头的，比较原始，石头草，那个来一瓶。今天是110年9月10号，星期六的晚餐，就在东部这个原始部落山地美食啊。今天是中秋节。老老少少三代同堂，在这边来享用美食啊！逛过来，逛过来，逛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！上菜，上菜，上菜！阿峰叫啊！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！
出来那么不好看。约了约好打水。很好看。很好看。很好看。好。啊。你来就好了。这里是东部，啊，原始部落山地美食。今天是110年9月10号，星期六的晚餐在这边的享用。我们是这边古家族两桌，哎，啊，吃哦吃哦，抱我抱我，啊，大快朵颐哦，太大了，哎，这是原始部落，对啊，山地美食。你要把肉撕开吧。9月10号的晚餐就在这边来享用了，啊，老老少少在这边来享用这个山地美食，这美食佳肴。啊，玩了整天，啊，补充一些元素热量。大开杀戒，你撒一撒，你撒一撒，你撒一撒，要均匀，要均匀的，没礼貌，要均匀的。该摸蟹尾啊，浪浪啊，会冻蟹尾，冻蟹尾。那鱼超嫩的。哎，我的三个孙子啊，认真的滑手机啊，认真的在滑手机，不吃。哎。再看，拿汤匙，爸爸拿汤匙。你还要赢啊？慢慢吃，慢慢吃。你看，我们还有很多菜可以吃，没不只是鱼而已。我们要去，我站着下，因为还要运动它。你看看，这一桌饼吼，就剩下一些骨头哎。好不好吃哦？看这些骨头就知道了，啊，色香味俱全，嗯，正宗你的口味，啊，好不好吃哦？嘴巴最清楚，山地口味，哎，对不对？林伯伯，对，啊，有没有符合你？这个你看，这是都是饭桶啊，这样，这鹰虾饭，你想好不好吃？哦。超棒的，嗯，好吃就变饭桶了。知道我侄子在这边订的，哎，嗯，很棒，超棒，嗯，有山地那个 feel。哦，你看我这桌也是剩下骨头啊。吃到公公的，啊。好年冬哦，啊，好吃的食物啊，不要浪费。嗯，原始部落美食需要。很有原住民的 feel 哈，把你这用水擦一擦。他的厨房就在这里。他们的厨房就在这里。饕客呢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大江南北，还是游览车开着来。来这边吃这里的原始部落的美食啊！我的孙子吃饱了，我的孙子吃饱了，嗯，你有没有吃饱啊？没有，然后去你爸爸，然后去你爸爸那里。哦，
这是瞭望台，今天是中秋节，可以上去那边瞭望台，哦，看海景。今天是110年9月10号，星期六的晚餐，就在这个东部原始部落美食餐厅来享用。6:50了，来到海滨公园，台东的海滨公园。不要是池上还要41公里啊！哎，那台在看。不是灯啊，你有看到那个灯上有灯的那个桥？对，海滨公园。那所以看到应该是白白的。它有导航了。没看到，这个三叔叔了吧？这样的啊，这古勇，古勇义的。你不可能要，名字要到320米才能。现在只能到那旁边一点的路口。现在的时间是6:51了。那个海滨公园，还能吹海风。吃饱晚餐了，来到这边吹海风。我三弟啊，跟丢了。因为哈、啊，那街上哈、啊，这水马龙插来插去啊，插队。那不要不要开哦，会磨到哦。还有三只手指，手指不到，三只，对啊，三只手指。好了，全部到齐了。我女婿呢，小朋友哈、哦、睡要睡觉了。我们5部车子全部到齐了。中秋连续假期的第二天行程，吃饱晚餐来这边了。今天是中秋节啊，月亮不敢见人啊，有台风啊，哎呦，乌云密布。那是七夕情人桥，月亮快要出来了。月亮看到你们来哦，它就露出来了啦。你们很幸运啦。哇！月亮露出来了。你是在台中做中秋？专业摄影师哦，这用什么模式啊？非常的听话。啊，出来了！真的出来了！啊，出来了，好幸运啊！今天是中秋节赏月的好时光。哎，正是时候。盖子啊，躲起来。嗯，他看到你们来了，他露出来了。
么久。我真的会骗你，说你女儿都不知道了。用手捏着。那我要怎么办？